GPIO 是什么 ？GPIO 通用型之输入输出的简称，功能类似于8051的 P0-P3， 其接角可以供使用者由程控自由使用。PIN 角一线时考量可作为通用输入 GPI 或通用输出 GPO 或通用输入与输出 GPIO。既然一个音角可以用于输入、输出或者其他特殊功能，那么一定有寄存器用来选择这些功能。对于输入，一定可以通过读取某个寄存器来确定音角定位的高低。